电影非常幸运，公映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也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宣传活动。制片人章子怡带领的团队一天辗转珠海、澳门、香港、新加坡次地进行宣传活动以及首映礼，而之前一直缺席的男主角王力宏也是全程陪同。这一次的全球首映礼选在了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点澳门威尼斯人剧场举行，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各位媒体朋友们啊，大家好。和北京场的热闹不同，所谓的澳门全球首映礼只有章子怡带着她刚刚找到的力宏两人撑场，而当地的媒体观众似乎也不太买账，反响着实有些冷淡，现场显得有些冷清，这让张制片也有些尴尬，自然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的片子卖力吆喝起来，只不过还是那老一套，力宏是 only one the one you are the one， 对而且他还脱了，这样好不好？五啊，到五的话，你把那些那个镜头的 NG 片都给大家看。我觉得 NG 片很好玩的。力宏啊，你 NG 片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听说，就水下还有一台摄像机的。真的吗？看来王力宏真如此前承诺的一般，为弥补之前的缺席，全力配合宣传。随后，两人又如同商量好，不约而同拉出了大哥成龙，为影片造势添砖加瓦。带了十箱水果，请所有的剧组吃。然后他到了现场，以为我们是在拍一个爱情喜剧，结果他一看，今天是拍什么？动作片。你们今天是在套招啊？他看站在旁边，站着皱眉头，然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待到凌晨四点钟，把我们全部的套招重新套招了。看不下去。这是拍一个电影的，新港的，还有一些文艺，拍不出来男朋友会吓到。应该。如果没有这个承受能力的话，就没有资格做男朋友。